单独创业的事儿跟家里人说了没？哪敢说呀，我先干着再说吧，我怕他们承受不了压力。我跟你说啊，卧薪尝胆的事儿我支持你，但是你怎么也得跟家里人说一下，到时候让毛大妈知道了，不全胡同人都知道了吗？没面子呀。有道理，但是我先跟谁说？哎，你这么说，你猜我们家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人是谁？我觉得是阿姨，你看她挺怕顶怕的，嗓门那么大，能做侧板工作。我告诉你错，我们家抗风险能力最强的人是她。这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，真的，咱们这点事儿，在她心里边小儿科，所以我打算先跟奶奶说点。什么事儿啊？先跟奶奶说啊。林董事长说昨天要把那个公司交给晨曦。哎呀，不是真的啊？那么重的担子，你能扛得住吗？你瞧，说天上掉的馅饼要太大了也犯愁，是吧？我就说我爸抗风险能力不行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件事儿啊，来，快坐着。不是，我说这件事儿啊，真的跟那个老林啊，你说说，你知道吗？要说我儿子啊，真的是各方面真的挺优秀的。他说管理个什么小部门啊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到林氏去管那么大，有点悬啊。我也判断错误了啊？什么？没。奶奶，您觉着晨曦要是自己创业的话，您怎么想啊？啊，我看呢，行。哎妈！这是。凭自己双手劳动，不跟别人要，活得腰杆硬。您不好赔喽？没事，赔了吧。奶奶那还有35000呢，送你这个。奶奶，现在这个35000啊，还不够他租一办公室的呢。那么多钱呢？怎么着？那您还赞成我吗？赞成。实在不行的时候，就把你爸那个私房钱再给拿了。不是我那点私房钱还不够买一个门把手的呢。这个林氏公司啊，毕竟是人家林编辑的产业，是吧？现在要发展，把这么重的担子让你挑起来，当然了，咱也不能给他做一辈子，是吧？打工仔，是吧？这个你呀，要是找一个新的项目，那等于是二次创业。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反正当初林董事长都把画笔给割下了，弄了一个文化产业。我这么年轻，我也不怕输不怕赢的，有什么可在乎的呢？是这样吧，我刚看好了一个电子商务这一块的这么一个项目，所以我想试试。行啊，孩子啊，我孙子有长进呢。这点长进也是跟林董事长学的。没有。哎呀，佳怡，有人找你。阿姨，佳怡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最近啊，老是失眠，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。有什么好反思的呀？我知道我做了挺多不好的事儿，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跟你赎罪。我希望你给我一段时间，咱们母女俩啊好好相处一下。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外边漂泊，也挺累的。我希望你理解我。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。别一口就回绝。试一试，万一行呢？不行再回来吧，别留遗憾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遗憾。你就给我一点时间不行吗？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在这不走了。没吃早饭呢吧，阿姨？需要人跟我们一块儿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
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也没什么脸求得你的原谅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。如果你非要弥补的话，这份情我领了，那你走吧。你就让我为你做一点事情不行吗？我有什么需要你为我做的呀？趁我现在啊还有投资权，我帮你把段秀成衣做大，只要咱们母女俩联手，段秀成衣会越来越好。段秀成衣是林氏的，这个事情还是让我爸来决定吧。你才是段秀成衣的灵魂人物啊，林世渊同不同意这都无所谓的。你是让我背叛我爸？这怎么能是背叛呢？这是让你给自己啊留一条后路。我不需要留什么后路，这些我完全没有必要。佳怡，你觉得我没他做的好是吗？他不是也因为工作伤害过你吗？在我记忆里面已经没有那些伤害了，我只能唯一想起来的就是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教我学图画，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线描，但忙得没有时间吃饭，还要给我做布娃娃，把布娃娃做出了一年四季的衣服。他培养了我对服装的品味，开发了我对设计的灵感，把他辛苦赚来的钱送我去周游世界，让我大开眼界。可是我还在抱怨他没有时间陪我。他呢，对自己更苛刻，没时间吃饭，没时间睡觉，甚至没时间看病，没时间恋爱。你不恨他了？不恨吗？我现在心里面想的全都是他对我的好。他得胃癌我不知道，动手术我也不知道，我欠他的情几辈子都还不清。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做什么，更不要求我对他的回报。妈妈也可以不要回报的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任何有关段秀成衣的事了，好吗？好，不谈了。我可不想因此而失去我的女儿。你真从林氏辞职了？干嘛？辞职又不犯法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冲动了。你怎么想的？你进林氏这种机会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。现在好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做什么？我打算开家网站，专门卖户外用品。怎么样？要有兴趣的话，咱们哥几个一块干。你拉倒吧，网站我连电脑都没搞明白呢，你就弄这么高科技的，哥几个这也弄不了啊。弄不了咱就学呀，学不会的话咱就请专业老师教咱。那没办法，你不能让时代淘汰呀，对吧？也行，反正当初这个拉摊子扯大旗的是你和林佳一，现在我们还信得过你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我们都听你的啊。放心吧，这条道一定不是黑的。哎，啊，现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首先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，前期还缺点资金。啊，这个你别担心啊，我还有点私房钱呢。多少钱？20000多呢。那倒是还差点意思。还差多少？1000来万吧。啊？真的，看来只有把快递站卖了才能实现我的梦想了。这次亲子鉴定是赵玄一手策划的，宋简用的是您的毛发和黄志高喝过水的杯子，林佳一全程监督，动手脚的可能性不高。
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第一次做亲子鉴定时没有做一份真的。这个赵璇的目的很明确，他是想在拉拢依依的同时，把段秀成衣弄到云顶去。还好依依啊，他明白，还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。鉴定中心我们也调查过了，应该一切都是走的正常程序，没有作假。 你能不能拿到这两个送检的样品？我怀疑赵璇用了调包剂。您还不相信这份亲子鉴定的结果？我不是不相信这个亲子鉴定，而我是不相信赵璇的为人。我怀疑他真的调了包了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鉴定中心做工作。我现在就要找到。 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离开我就是为了开这个小破店啊？请你尊重我的户外用品店，这不是小破店。云顶俱乐部哪儿不好啊？没有说不好啊，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企业而已。你的企业？哼，就这儿啊，连个小卖部都不如，还你的企业？ 佳远，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，你还釜底抽薪，你不是给我添乱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能真真正正的帮帮我？我怎么帮你帮啊？帮你再去泡那些大集团的千金小姐，解决你的上市问题。你想想我们的债务吧，这两年为了上市，我们做数据充门面，过度的扩张业务，现在已经资不抵债了。如果这个难关过不去， 你我就在单人清算之前卷铺盖走人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您可以宣布破产啊，然后咱们一起经营这家小店，不挺好的？你说的轻巧，破产，破产我们吃什么？你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，没钱，没资本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这些都不重要吧？您别老是都是钱，做事要对得起自己良心。良心能当饭吃吗？ 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你刚开业吗？特意过来给你祝贺祝贺。谢谢谢谢，倒杯水去，没个眼力劲儿啊。
咱们参观一下吧，啊。太好了，我要不问你的话，我心里真不踏实。哎，谢谢谢谢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对这个卡这事儿我就放心了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嗯，拜拜。互联网的平台来销售你们云顶的 VIP 卡吗？对，有点兴趣。咱们俩聊聊。志清啊。哎，志刚。这么着急干嘛去？哦，有家户外用品的网站想跟咱们合作，销售咱们的 VIP 卡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可以扩展一下我们的销售网络。你不是已经不管 VIP 卡销售的事儿了吗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？那家老板是我以前的好朋友，我正好也帮朋友一个忙嘛。哦，对了，他晚上请我喝咖啡，我可能回来晚一点，你别担心我。啊，去吧。那我走了。送快递的，要跟黄志高结婚了吧？婚礼什么时候举行，我还不知道呢。黄再远离开云顶，自己去奋斗了。志高每天去处理他那些经营不善所带来的后果，中间还有一个赵璇在其中搅和，我的婚礼可能会被安排在最后一项吧。我都不知道该不该问你幸不幸福。
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幸不幸福，怎么回答你啊？晨曦，只要你幸福就可以了。觉得不适应的话，那咱还回毛大妈那儿。可别，我要珍惜你抽风的每一秒。来吧，请你点菜。这儿的菜挺贵的，你可想好了？随便点。不，你这个超过500是吧？那没事，你跟我打个招呼就行，随便点。你这不行，这都超1000了，我先买个速效救心丸，你再点。不点了。随便你。这才像你晨曦。那我点个汤吧。不过说回来了，你为什么突然请我吃这么贵的菜？因为今天我马上就要签一份我们公司的第一笔订单了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恭喜你！不过跟你说啊，你们那个网站实在是设计的太难看了，这都能签下合同，我觉得真的是不缺钱的时代。不是怎么难看了？我每一个网页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一笔一笔亲手设计出来的，怎么难看了？你们直男的审美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你这个审美呢，要是达到我的程度，你就知道自己网站有多丑了。那你不来呀？没办法了。我的设计费很贵的，你有多少钱呀？大哥，我后半辈子都给你了，你还要什么设计费啊？那倒也是哈，说不定你是一个绩优股，我呢，就是投资一点小小的设计脑细胞，换来一个成功的 CEO， 这倒挺划算的。就这么定了啊！我跟你说正事儿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看网站设计这一块，你帮我好好弄，重新规制规制啊。还有就是我整个网上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包装，我想给它统一划归。这样因为买家他看着他就觉得哎呀眼前一亮，很醒目，然后他又温馨又浪漫，所以我想把这个包装的设计交给你。好吧。太好了，我表示感谢啊。陈总向林设计师表示感谢啊！你干了吧？我干了。那既然这俩事儿你都答应了，那咱就别吃这饭了。想得美！我要吃牛排。行，给你吃零分熟的。停。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，方便。上次跟你说那合同的事儿啊，合同我看过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要考虑的周全一些，免得上了别人的当啊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让公司的法务部看过了，肯定没有问题。而且对方公司是先行赔付，即使出了什么问题，跟咱们公司也没有任何瓜葛。哎呦。我的芷琴现在长本事了，我想不放心都不行了。那你同意了？有什么不同意的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。那行，我去找他们签合同了。好，那路上可要注意安全。你这个小媳妇儿可真好。
你知道。哎呦呀，坏了，我差点忘一大事，你稍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依依啊，那个今儿晚上不是要答应陪奶奶看京剧吗？对，我忘买票了，我。哎呦，吓我一身汗！你买了我就踏实了。得嘞，好嘞，拜拜。要不然这么着，那个京剧看完了也没几点的事儿，咱们吃夜宵。不用了，志高还等着我呢。好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。那我走了。好，我送送你啊。哎呦，送什么呀？你刚不是说了吗？咱又不是外人，别客气了啊。得嘞，真不送了啊，我还得打个电话，我又忘了，不管你了啊。依依，还是我忘了一特别大的事儿。奶奶不说要吃零食吗？我忘了。哦，这你也买了？神人啊你！你是个宝啊！啊啊啊！拜拜。林欣，哎，没想到你那个宣传还真挺管用的。现在云顶 VIP 卡呀，在我们网络销售排行榜排名第一呢。你说这么贵的东西也有人在网上买，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。你？那怎么就不敢想呢？不敢想嘛，那不成啊！该怎么想就得怎么想。我觉得你啊，还是不了解网络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占一什么优势吗？网络销售这事儿，省事儿，便捷，对吧？你说现在有钱人啊，这些中产啊、白领啊，一天到晚都趴那儿网购。可是有一点，他们现在不了解云顶 VIP。我们就是利用我们这个网络的这个宣传优势，我们让他了解网络 VIP， 同时通过这个我们对云顶的这个 VIP 销售，让所有的人了解我们熊猫科技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现在销售是成功的，我们是成功的，对吧？咱大伙儿再加把劲儿，争取把这个销售额翻上一番来。年底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发红包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现在跟大伙儿对一下今天的销售额啊。美女，几点了？你看几点人都进场了。你一个刚创业的人，你比我还忙。现在短袖成衣在研发阶段，下个月又有一笔欧洲大单子进来。我能有时间陪你看电影，说明你在我心中有多么重的重量。哎，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今天也弄了一个特别大的订单，销售额特别高。是吗？啊。你说咱俩在一起了，是我忘男朋友呢，还是男朋友忘我呢？你这事儿争什么呀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互相忘不挺好的吗？弟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不会晚了吧？已经晚了，没关系，我给你单独演一场，不穿衣服的。来，搁那边去，对，走，柜台旁边啊。来，谢谢，你先过。是黄在远吗？他怎么这样了？我听琪琪说，他想独立创业，又不想依靠云顶，所以就先开了这个户外用品商店。琪琪每个周末都会来帮他。哎呀，真是人呐，三穷三富就过这一辈子了，谁能想得到啊？黄赞远这么大公子哥，怎么就走到这个地步了？喂，丈母娘心疼女婿了。男孩倒无所谓，我是心疼琪琪，好不容易找个自己喜欢的，又要跟着受苦受罪。哎，你好，这是帅哥，要点什么？我帮你找找。买10件冲锋衣，要质量好点的，能打折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我们家的质量啊，您放心。但是就一点，我们家从来不打折。
摊儿有不打折的店呢，我看你们不想干了吧？不是，我们家不打折，是我们家质量好啊。哎，您看看，就这件衣服呀，您穿上这颜色配你，绝对是太配你了，这位先生。哪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说不打折就不打折？那行，我走，我不买了。别！哎，你好，我这边的老板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买十件冲锋衣，怎么嫌我买的少了是吗？啊，不少。不是，别说你买十件，就是1000件，我们家也不打折。打折。你再说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别，那个，打折，9折好不好？9折，琪琪，你去下单。还是你脑筋转得快，哎，要都跟那个女孩似的卖衣服，我看早晚得关门。是，您说的对。哎，那这样，我们这边有好多新品，我带您看一下吧。啊，来。哎呀，这琪琪简直太受委屈了，那买东西那人太不讲道理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回去跟老林说，让这两个孩子到你公司去上班吧，那么大一公司，还搁不下俩孩子。黄在远是想自食其力，你们家晨曦都能独立创业了，他就更不好意思去临时上班了。老林说，养儿100岁，常有99。看到琪琪这样，我心里真的不好受。哎呀，行了，别难受了啊！说实话，我看这两个孩子，我也特别心疼。创业嘛，开始都是特别困难。我们家晨曦开始也是这样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了啊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如果是找我忏悔的话，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我现在挺忙的。佳怡，我好歹是你亲妈，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晨曦创业的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地球人都知道了。那你知道第一笔单子是谁给他的吗？是你吗？要是我就好了，是徐芷晴给他的。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更没有永远的前女友。我相信晨曦。你相信晨曦，那你相信徐芷晴吗？徐芷晴现在在黄志高那儿处处不得志，处处被压一头。要是徐芷晴把晨曦抢走了，黄志高又离开我，你说到时候咱俩怎么办？这么着，拜拜。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？嘿嘿，什么风把我们领导给吹来了啊？你什么时候
都开始跟云顶合作销售 VIP 卡了。刚刚的事儿，然后这个销。销售特别好，现在营业额过1000万。是吗？啊。这么好的生意啊。啊。是不是徐芷晴介绍给你的？是不是他这事重要吗？我一颗红心向着你，对吧？然后其他的事儿咱们小小不言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就行了吗？有些事情可以闭着眼，有些事情必须要睁着眼。我必须向你首先检讨，这个事儿是我的错误，因为他效益太好了，所以我一高兴我就没有跟你汇报。不，他是这样，因为。他是我们公司的第一笔单子，也有可能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一份单子，所以这个事儿我是公事公办的，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，所以咱们就把它都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的单子，大家都开心了，你看好不好？看着我。嗯。你有没有撒谎？我能感觉到。